你怎么了？没事，就是突然脚特别疼，一下子没站住。来，把鞋脱了，我给你看看。不用，不用，小白哥，你太紧张了，可能是人家马宝军鞋穿的太紧了啊。我担心是他脚冻坏了。来，哎哎，不至于吧？再说啊，我们刚刚吃过东西，宝军的鞋要是脱下来啊，非得把我们刚才吃的东西啊。 哥，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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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兄弟，不要兄弟，哎，我还说能不能碰上你呢？咋的？那啥，你兜里盘缠够不够？啥意思？没啥意思。不是，那胡子迷也太抠搜了，就给那么点盘缠。如果你兜里要是，哎呦，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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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够意思了吧？够意思。 回头哥哥发了财，我跟你分啊！跑得挺快，哥们儿。 你的脚情况怎么样？我没事儿，你可跟我说实话，我真的没事儿。我不放心，等会儿让白茹给你检查一下。行。报告。进。二十三。怎么样？现在还没有完全统计出来，侯腾那边有几个人冻伤了，坦克那边还不清楚。都怪我，没有提前估量好。哎，这种苏联大头衔呀，就是不如咱们东北的皮乌鲁。 可是这已经是田馥次令特批给咱们小分队的装备了。我知道二零三，可是谁知道今天这么冷啊？这种大头鞋虽然结实有保暖，可是时间长了还是不行。爸，进。白茹，二零三，战士们的脚我都检查过了。怎么样啊？有些战士没有处理冻伤的经验，鞋袜一缓霜就全都粘到一起了。 这样下去很危险。你不是有冻伤药吗？你赶快用啊！我是有冻伤的药，可是数量不够，而且只能处理轻度的冻伤。那现在应该怎么办？白茹，带兵打仗你得听我的，这治疗伤员的事儿我得听你的。你赶快给我出个主意啊！二零三，会有办法的。那到底该怎么办啊？遇事不足，其罪在我。首长，你还记得李大娘教给咱们的民间配方吗？ 刚刚我跟你说话的时候有点急，没有心里去吧？没有，二零三，我是在想，如果我能更早的提醒大家，让大家采取措施更重视一点就好了。现在也只能亡羊补牢了。不是你的问题，都怪我，考虑不周。行了，你也累了一天了，我来干吧，你先洗洗手，回去歇着去。 等会儿烤好了，你还得给大伙儿敷上呢，快去吧。是。
哎，你看，这些裹脚布又湿又脏，可不冻伤吗？我现在就把它们洗干净，放到火上烤一下，明天就可以穿干净暖和的了。怎么可能让你来洗呢？这都是我的活儿，你自己弄。我是卫生员，这个活儿就应该我来干呀。你不是说了吗？打仗的事儿听你的，跟生病有关的事儿听我的。你别管了。 此次侯庄园在大锅盔给大家封官进爵，大伙儿还都满意吧？你认为呢？依我看，别人都不会说什么，只是许大马棒可能会稍有失落。何以见得呢？ 你想啊，许大马棒一向心高气旺，再加上他身边有个既爱江山又爱男人的蝴蝶迷，在他的身边煽风点火。哎呀，砸了山岚战死了老儿子，却乐个和大伙一样的官衔，那势必会有些不满。不愧是大名鼎鼎的宋先生。 你这表面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实际上你啥都知道啊，活捉客呀你是。<笑>我呀，是风声雨声送京声，声声入耳啊，倒是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笑>栾景月。 此次许大马帮让你下山，有何企图啊？我可跟你说啊，这回不是派我一个人，还有一个人。谁呀？奶头山的司马官胡彪。这次许大马帮啊，是想得到一样东西。 再找回一样东西，他想得到联络图。哎呀妈呀，宋先生，你这神机妙算呐！他就是想得到联络图，但是你想啊，那座山雕、徐九彪，还有那谢文东，还有那马锡山，还有那共产党，谁不想得到联络图？ 啊，肯定又是一场腥风血雨啊！我算想好了，我可不趟这浑水，我躲了，我就答应他一件事儿，我去给他找大马棒。<笑>也就是说，胡彪是找联络图去了。对，这个人吧，他一直不甘心，他在奶头山就当个司马官。 而且他也没有机会让许大马棒重用他。那这回呢，他就仗着自己有一身好武艺，还是神枪，他就自己请愿主动下山。宋先生，我跟你是老朋友了，这该说的、不该说的，我可都跟你说了。这怎么防？ 你自己看着办吧。哎，您别说，你不，我不听，千万别说。哎呀，宋先生，这年头啊，啥都不知道才是最安全的，你说是不是？我栾平就是一介草民。
我在这乱世之下，我能活到今天不容易，所以我这有点吃的，有点喝的，我再有口抽的，我再有点那……算了，不说了，不说了。你饿不？我饿了。啊，你看，是该到了用膳的时候了。这么着，您先过去，我随后就到。啊，行行，请。哎，走。豆角，晚饭已经做好了，请你去用膳吧。啊，我跟你说，今天我们这儿来了贵客，你和三姑娘都给我照顾好了。我会寸步不离的。如有差池，我拿你试问。嘿。千万别再被冻伤了，勤换裹脚布。知道了，白茹同志，谢谢你。二零三，都怎么样了？我问题不大。大哥，你的脚怎么样了？二零三，问题不大，都包好了。好。首长，战士们都已经检查和治疗完毕了。那两个小队呢？啊，都处理好了，现在该您了。我没事儿。你也累了一天了，赶快回去歇着吧！啊，不行，这是我的工作，请首长配合。我都跟你说了，我真没事儿，我先回去了。二零三，雪地行军脚是最重要的，指挥员一旦被冻伤了，更会影响整体的计划。在这件事情上，我希望你可以严肃认真的对待。二零三，我觉得小白哥说的是对的，就是这样。睡觉，哦。瞅啥呀？走吧。多少天都没好好吃过饭了，是真好吃啊！哎呦我的妈呀，这小师傅好饭量啊！哎呀哎呀，不过话说回来，你这饭做的确实好吃，这手艺跟谁学的？是我做的，我奶奶教我的。你做的？嗯。哎，你咋这么小就到庙里来了呢？你多大呀？我12岁了。你12岁啊，才？嗯。哎，那你家里还有啥人啊？除了我奶奶，没有别的人了。那你哪地方人啊？我夹壁沟的。爹妈都没了。哎，我再吃个馒头吧。哎呀！哎呀哎呀，这对不起对不起，哎，真对不起，这事闹，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哎呀，这哎呀太不好意思了，不过这也是好事，岁岁平安嘛，是不是？来来，我再给你盛点，再给你盛点。哎呀，来来来来来，再喝点，再喝点，喝点。那行了，那我不打扰你们吃饭了啊！我这回去睡觉了，我这走一天路有点累了。
哎呀，你咋出来了？我吃的药，还送我呀？不用送，这么客气，不用送啊。哎呀，回去吧，吃挺好。蓝景玉，蓝景玉，哎呦我的妈呀！啥事儿啊？我差点睡着了，走一天路累坏了。哎呀，本想跟你多闲谈一会儿，哎呀，既然睡下了，那就明天醒了再说吧。明天我恐怕在这儿就待不住了，我还得赶紧帮许大马旺找咱那宝贝儿去呢。哦，哎呀，这么急呀？我要找着了，我就是这个；找不着，我就得赶紧这个。今天山底下也不太平，没啥事儿，我就得赶紧回山了。也好啊，也好，也好，也好。那个，我打算明天一早我睡醒就走，到时候恐怕天还没亮呢。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不打扰你们了，那就就此别过了。那好，那好，那就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后会有期。那我接着睡了啊。哎呀，真冷。以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都要用热水洗脚，然后换裹脚布。还有一点，我要提醒你啊，无论什么时候，一旦双脚被冻得失去知觉了，千万不可以用热水，要用血来搓。好了，首长。好。哎，谢谢啊。首长，那您早点休息吧，我先走了。哎，我就不送你了。往前走，前面有个坑，摔死你啊！Thank you.
许旅长，许旅长，关参谋长，许旅长，之前派下山搜集情报的兄弟，是否有情报回传？刚走几天呢，没那么快。就是啊，关参谋长，你也知道，就光是上山下山也得有些日子，况且还得打探情报呢。夫人，这打仗三分靠勇猛，七分靠谋略。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在莲花山将谢文东和李德林三千人马一举歼灭的指挥官邵建波，我们在小山子和共军小分队的遭遇战，你也亲身经历过了。这人带的队伍异常勇猛，非同一般。参谋长，怎么的？小山子一战让共军给你打怕了啊？许旅长，你什么意思？共军在暗处，我们始终在明处，要想扭转这个被动的局面，我们只能搜集尽可能多的情报。兵家向来最重视的就是战机，正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哎呦，关参谋长，其实我们大当家说话打的就是没个把门的，好话都不会好好说。他也着急，只是我们手下的兄弟不太得力，您先别急，再等等看，过两天就有消息了。参谋长，多虑啊！共产党小分队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我都蹦跶不到哪儿去啊！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我跟你说，哎，我给你交个实底吧。我的联络官叫栾平，满洲国的时候在警察署是警狱，在我们滨绥涂家地区，那就没有他办不了的事儿。也没有他打听不着的事儿，放心吧，过两天就回来啊。好，那就请许旅长严加督促情报人员抓紧活动。我估计这邵建波也在搜集奶头山的情报，我们和共军随时有一场仗要打。从今天开始，三旅全体官兵抓紧训练，提高战斗力。这件事情也请许旅长多多重视，有空亲自多多督导。参谋长辛苦了，啊，你先去，我随后就到。关参谋长，你慢点啊，腿脚还没恢复好呢，慢点啊。你这咋回事啊？你不去看看呐？谁说我去？我去，但我不是去看训练。那你看啥？看戏，看戏。大当家的，你这可是话里有话呀。你听我说啊，这老大爷和三炮一直和这新官子较着劲呢。哎，我看这新官子他怎么应付。大当家的，你这是干哈呀？你明知道关参谋给咱训练咱的兵，你也知道那两个小子没憋什么好屁，啊！你不但不拦着，还在旁边看着，真是的。你要是个爷们儿呀，就直接说出去，要不就把他直接给轰走了。长得人高马大的，心眼那么小，还不如我一个老娘们儿呢。不如老娘们，别他妈给脸不要脸！因为我瞎呀，啊，我看不见你整天围着个新官的小白脸，屁股前屁股后的转，什么心眼小，连这我都忍了，还有什么忍不了的？我这叫谋略。啥谋略？
倒是要看看这姓关的到底有多大本事。如果他能降服得了老大和三炮，那就好好的留在我奶头山，帮我练着兵。如果降服不了，立马他妈给我滚蛋，姓侯的那儿我也好交代。不是我容不下他，是他自己走的。这叫一箭双雕，妈了个巴，学着点吧。子荣同志，什么事儿？203，我觉得现在局面已经基本打开了，接下来的工作该怎么做，咱俩商量商量。坐下说。有什么想法？你尽管说。分两点：一，我带着人继续去追查土匪的行踪；二，带动夹皮沟的百姓们改善他们的生活。这个是我给田副司令写的报告，报告上的内容跟你刚刚说的一模一样。太好了，那我准备准备，这就出发。带上孙达德吧，我觉着关键时候他那两条腿跑得可不比马慢。好，走吧。你这是干啥的？我去找李永学和张大山，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夹皮沟人，说不定他们会有什么办法能让小村子活起来。走，走。203，杨排长，别着急，肯定有机会。等到抓到土匪那一天，一定让你杀个痛快。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那你就把劲儿攒足了。人要麻烦，心里
星火燎原，壮志豪情虎胆，神枪瞄准黑暗，胜利就是我终点。是艰险。